这是接力比赛，先是大小的3.5下水，然后就是大泳，回来了就接力大泳继续下水。小林，你没有有没有下？没有，坐手。哦。啊、还在讨论，一定要换人换船吗？如果第一集灭火在外面了，第二集不能下水，一定要捡回来。就是说，要等那个模型，有一条艇，一定要在帮来的。说这个是机，所以我一分钟艇的时候也可以去打捞了。不行，一定要下分钟的时候。就统一打捞两个。统一打捞20分钟啊，这样。统一打捞。因为你打捞的时候，你刚才说了就是另一个好小鸡皮的那个捡，捡的一定要另外一个不同的那个东西。对不对？捡是捡模型，一定要被他如果打到你回来，我一定要跑去那个船那边，我不能启动模型，我可以启动放在那边。你可以动，你的没问题，这是你的。不，就是他刚才说的对，就是说一定要跑过去把那个船拿回到那个方台下里面，还可以第二条下去。对，一定要这样，才可以拿到架子上面才可以起，放完船必须有一条船放在那里才能下，一定要另外一条模型。不是在方台，就不是说一回来就下啊，对，要跑回来才可以下。因为是你去拿的嘛，你拿了以后你才能下自己的船。那是不是还要V2 的那个人去拿？对，而且一定是要去超上课的时候都没听。今天我跑这条刘哥哥的4号艇，跟杨总一起接力。接棒，还要你去捡，对，一定要 V2 的运动员去捡了船上来。还在讨论一下，这正确的。应该3.5，比如7.5放在外面。下了，往里跑的3号位。跟刁叔叔。捡回来的。跑3号位，王吕先生、吴月彪先生。等一下，又要重城竞技，今年是第一仗，跟他们两个老手了。哇，厉害！行吗？这个粤语，不白话。啊，双语，广东话啦。彪叔叔啦，同场啦，今年英文啦，啊，应该广东话。哎呀，英文啦，找个女翻译先。好啦，一阵间就开始噶啦，准备啦。